陳志全議員，多謝主席。跟住落嚟咧，我會就總目74政府新聞處咧係發言嘅。在今次這一部分的合併辯論裏面，牽涉到政府新聞處削減預算開支的修正案呢，總共有10條，由370到379，主要是由梁國雄和陳偉業議員去提出的。首先我想說呢，在削減政府部門或者說要執了哪一個政府部門呢，其實政府新聞處呢是應該是頭三位。因為有些政府部門呢，你幻想削曬佢嘅開支，喺真實世界嗰度會係點呢？你係想像唔到嘅。即係譬如成個警務處或者成個保安局削咗，咁香港會係點呢？咁有人覺得呢個係無理取鬧啦，要削曬。咁但係政府新聞處呢就真係得㗎喎。大家諗下，如果今次嘅修正案有例如370通過了，削曬政府新聞處個人薪酬薪金的全年開支，那即是沒有人啦，沒有人的處即不可以生存啦，那個局面會是怎樣呢？沒有事的喔、哦、那就各個政府部門自己做回自己的新聞工作咯、啊、特首辦有特首辦做，兩個司長辦公室有兩個司長辦公室做，各個局各個處自己請一兩個人去統籌返自己的新聞工作。所以政府新聞處呢是最可以削的部門。根據總目74呢，政府新聞處所牽涉的預算開支呢，其實個金額以一個處來講呢不算好多，4億880萬。在我未深入討論要削減政府新聞處下列的開支的詳細情況之前呢，我想帶大家去很簡單地看一次政府新聞處的工作那五個綱領，而再檢視一下五個綱領下面所牽涉到的預算開支呢，其實都是有一些問題在這裡。簡單簡述五大綱領包括：第一，香港以外的公共關係；第二，本地公共關係和公眾資訊；第三，輿論；第四，公民責任；第五，是出版。我將會深入講的是綱領二，本地公共關係和公眾資訊，這個亦都是在這五部分裏面牽涉開支最大的。不過我先看下其他部分牽涉的開支。第一，香港以外的公共關係，其實呢個宗旨就好簡單啫，就是、在國際間推廣香港嘅良好形象。咁呢個真係好闊，同埋其實好多政府部門、好多相關嘅機構都做緊同樣嘅嘢。但係你睇下喺2013年喺呢個綱領香港以外公共關係嘅預算開支呢係8960萬，但係實際開支呢是8520萬，比預算呢是跌了 5%。 我再看回它實際做的事呢，其實也是跌了的。我想論證什麼呢，就是其實都不是幾想做，又不是做了很多事，預算都使不完，剩了成 5%。 譬如曾與協助受贊助訪港及訪港的曾與協助受贊助訪客和訪港重要人物，咁喺2012年呢就377個，2013年呢就得260個，即係仲做少咗。安排香港以外嘅講座數目，2012年呢203場，2013年呢163場，即係仲少咗。所以呢呢個功能呢又不是很發揮到，而且亦都可以其他部門去取代。綱領三是輿論，輿論就是透過傳媒表達的輿論以及公眾對政府政策措施的反應告知政府。那這個我又真的覺得已經多餘，因為跟中央政策組已經是重疊了，
一是你們就支持我 cut 了中央政策組，一是支持我 cut 了這個政府新聞處，在這個輿論的功能上。而不知是否因為有了中央政策組，所以呢 2013-14 年度的原來預算和它的修正預算呢都是減低了的，減低超過 2%。 那這些研究、傳媒輿論對公眾政策的反應告知政府，這個中央政策組已經在做緊。綱領四，公民責任，就更離譜了。什麼叫公民責任呢？即是政府一些宣傳運動。大家記不記得過去一年政府有些什麼宣傳運動呢？我想最記得的可能就是大嘥鬼啦，惜食香港啦。跟住那些已經是鑑生穿作赴會，將啲活動拉埋一齊嗰啲家事香港啊，咩祝福香港啊，即係急就將牽埋一齊呢啲。但實際上呢，其實用嘅錢呢又係用唔曬喎。原預算係4600萬，實際係4200萬，跌咗接近 10%。 究竟喺呢個公民責任嗰度係做緊啲乜嘢呢？譬如睇實際數字，舉辦展覽嘅數目由2012年的103場到去年呢只得86場、啊。其實各個政府部門如果是屬於他自己部門，根本他自己部門去做呢就更加有效率，更加清楚這個要推廣那個運動，即是防火有防火，禁毒有禁毒，將他擺咗落去政府新聞處負責亦未必是最好。最後出版就是政府那些刊物是由這個政府新聞出版啦，但出版量都是跌了的，是由2013年預算是用了6660萬，但實際呢就是用了6620萬。好啦，咁而家呢就詳細講嗰幾個我認為應該要削減政府新聞處開支嘅理由啦，就針對返本地公共關係，即係佢本行啦，同埋公眾資訊。咁呢個喺個開支上面呢亦都係佔整體開支呢最大嘅。呢部分係綱領二呢佔1億9080萬。咁主要咩工作呢？主要工作就係安排傳媒採訪啦，同埋發放新聞稿啊，呢啲就係佢主要嘅工作。梁振英上任以嚟呢，政府新聞處都俾大家救病呢，成為咗一個宣傳機器，係本身佢應該係一個宣傳工具，但係呢就變，我哋講到宣傳機器呢，其實就係講緊有負面嘅，呢個詞語有負面嘅色彩啊，就係一個政治嘅任務咁樣，影響緊呢傳媒嘅監察力。即係政府可以宣傳你嘅政策，可以報導你嘅新聞，但係唔能夠歪曲，唔能夠扭曲，唔能夠引導，係令到呢傳媒係得唔到充分嘅監察權利嘅。嗱，好似舉例啊，發展局長陳茂波呢個劏房事件，大家記唔記得？政府新聞處被人救病咩呢？就是接近凌晨時分才發新聞稿，交代他本人和妻子曾經持有劏房物業。當其時呢，有新聞工作者團體已經發過聲明，就批評當局在深夜時分才出稿，即其實那一早出的，他不知道是鬥氣啊，還是怎樣，還是砌不定啊，就搞到深夜時分才出稿。那是有違呢梁振英強調要開誠布公的原則，咁所以嗰啲新聞工作者嘅團體呢係感到非常之憤怒。當局選擇接近凌晨時分先至出稿呢個操作呢，令到傳媒尤其是係報章係冇足夠嘅時間去搵人回應，又唔夠時間，即係半夜你打電話俾陳偉業議員吵醒佢回應咩？唔通係咪？咁要砌稿或者自己寫評論稿又唔夠時間，呢啲唔係一個突發新聞嚟嘅，呢啲政府新聞處應該係配合新聞工作者，所以就令人懷疑當局根本係唔想傳媒去廣泛報導有關嘅回應，企圖淡化影響，即係有啲早截稿嗰啲做唔切就唔做，第二日俾一兩間做咗變咗救民又唔再詳細做啦。總之就機關算盡，扭盡六壬，就想將個新聞個傷害性呢
或者醜聞的傷害性減到最低，這個其實是違反了他說的一個原則，就是要跟本地傳媒建立一個良好的關係。現在就是關係了，就是破損那個關係，令到傳媒是怨聲載道。另一樣足以我覺得應該可以懲戒政府新聞處，就是他出稿的時候在啲稿件嗰度呢係做手腳。點樣做手腳呢？例如有一次記者問梁振英，佢話 CY 你第一次落區就落荒而逃，係咪都感受到市民要求你下台嘅聲音好大呢？咁樣點知新聞處出稿嘅時候呢，落荒而逃嗰四個字呢就被消失。呢一啲負面詞語被消失嘅例子呢，我只係喺個發言度舉一個，但你上網抄返呢啲個案呢其實好多，即出到嚟就變咗昨日落區你有咩感受呢？市民叫你下台嘅聲音好大喎，咁樣將嗰個問題嘅尖鋭嘅問題就改頭換面，即係重新包裝變成一句比較平鋪直敍，亦隱藏一啲關鍵嘅詞語。所以呢又俾人救病，梁振英上任以嚟呢政府新聞處呢就變成咗宣傳機器。這些是負爭論性的，但有些是實際的，就不是我說，不是說報紙不喜歡政府，不喜歡梁振英，是堆砌一些罪名。去年審計署亦都批評新聞署未有善用免費電視頻道的政府訊息播放時段，反而呢花錢在不同的報章重複刊登招聘廣告，還有呢爭取巴士站的海報登箱數目，不理銷量和收回成本原則，大量印刷政府的刊物，並花錢租用倉庫存放滯銷的刊物，枉花開支是接近1000萬。政府新聞處因為有錢使，所以他就不用動腦筋。其實如果你沒有錢反而好一點，我們譬如沒有錢那些，你要想盡巧怎樣令到不用錢但很多報紙會報爭住報，而不是財大氣粗不需要你不報我不要緊，我買全版廣告買半版廣告。記得很多時候政策推出或者爭議性政策要出爐的時候，就大版大版在那些免費報紙買全版廣告，就想去製造輿論，錢就用了，但當然是製造不到。但現在說的是你有沒有花心思去運用這些免費的渠道去發放政府的消息，而不是 有錢大晒你買整個節目時段都可以，日日講政改，日日買政改特輯，由朝播到晚，亞視現在沒有廣告任你播，就是不是這樣去用一些公帑。審計署建議應該多利用網站和電子方式刊登政府的招聘和招標公告，編排更靈活的政府訊息播放時間，鼓勵電視台不同時段播放。新聞署都有回的，新聞署就說會和各個部門研究制定推廣訊息指引，並透過政府網站和手機程式擴大政府刊物的接觸面，減低印刷刊物成本。一講到手機程式呢我又嬲啦，即是上次在特別財委會，我就對住那個是資訊科技辦公室就說你生就生了很多程式出來了，下載率呢又非常之低，又沒有去做推廣，其實用下載率去判斷個程式受不受歡迎呢已經是最低層次的判斷來的了，不是下載了呢代表你成功的，下載了可以是呢死了的，即下載了不用的，貪得意下載回來，但他連下載率都低，你就可以證明根本就是浪費公共資源。而政府新聞處既然你說你有這樣的任務，是有個公民責任綱領性的任務，是要呢幫助決策局和政府部門去舉辦一些宣傳運動推廣活動，那在這些現在即數碼年代的手機平板電腦的程式的推廣，政府新聞處有沒有做過這些功夫呢？冇，睇唔到。最後呢有一單呢就係、是、關於政府新聞處嘅籌作嘅問題，
我想在這一節呢，我未必有充分的時間去交代，我想我稍後時間再會作出補充。